好尾顶浪花花海节现场，四界拢会当看到布置甲真水的花卉。主办单位伫现场展示了真侪新品种的花，拢是过去民众毋捌看过，相当特别。今天的主要内容就是说，把我们湖尾现有的一些花卉，借着今天的机会展现在整个这个会场上哈。这个就是我们湖尾镇农会标到的一个专利的品种，也是嘉义大学育成的一个新品种，叫做晚香玉的幻想的一个新品种，还有它的漂亮宝贝，还有灰姑娘，这个各个品系都是新颖的，刚登记的哈，已经在国际上都已经登录了。另外，现场也有农会开发出来新的农产品，参像是芋蒜头等等，甚至也有土豆以及用花做的料理，要让民众免费品尝。那产品的品尝主要是以糯花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晚香玉笋，这个是已经开花的笋，那我们是要没有开花的时候那个嫩茎的时候去做那个料理。那我们的晚香玉笋是在新加坡的料理食材比赛上得了冠军，现在市价一公斤大概要700-800块。我们今天制作单位就花了很多钱很多心力把这个晚香玉笋做成料理供大家来品尝。是农会有真侪产销班，拢将因种出来高品质的花卉摕来展示。真侪民众是专工来遮买花，对好买花卉的品质拢非常的学乐。很棒啊！今天特别来买花，对，是因为花来的。啊，买了什么花？龙花，这个花卉。很好啊，花要来买。好尾顶农会伫即几年的经营之下，花卉外销的订单是一年比一年搁较增加。目前也咧开拓其他的外销市场，要将台湾花卉的名声拍出去。记者陈阿玲，长报道。